我的2018年的12月31日的11:50，哇，還有5分鐘就是2019年了。那我們這餐宵夜就橫跨了2018年，跟住就橫跨了2019年了。那即是吃兩年了，我們哇，我們這餐宵夜吃兩年了。那好了，在這裡就是祝福呢，就係大家咧就係身體健康嘅，如意吉祥嘅，萬事勝意嘅工作順利噶，希望遠方嘅親人嚇，我父母啊、妹啊、妹夫啊咩咁啊，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，事事如意。係如意啊！係啊，呢個真係好有歷史。我哋年頭，我哋年頭食到年尾。風雨足勢，但係而家咧2018食到2019啊，而家係啊，真係我哋年頭食到年尾啦，由年尾又食到年頭啦，我哋啊呢個意義非常之大，呢個意義啊，真係風雨足勢啊，食到2019年喎，有時間啊，5:53啦，年頭食到年尾。年尾吃到年頭，哇！是，還有幾分鐘啫。5分鐘啊，真係好激動啊！哎呀，我再報個時間，而家係2018年，2018年嘅12月31日嘅晚上11:56，11:56，仲有4分鐘，2019年。激動啦！而家仲可以講2018年啊嘛，好，而家我報時間嚇，而家係2018年嘅11月，唔係2018年嘅12月31日嘅晚上11:56。五十六分，仲有4分鐘，仲有4分鐘啫嚇。哎呀，你知道我對時間好敏感噶嘛？平時啊，即係成年我都係2018年噶嘛，知唔知啊？你叫我突然間改口2019年，哎呀，仲有4分鐘，呢下真係唔講，一陣間講到佢，而家真係有啲緊張，係咪？真係唔捨得2018年啊嘛，我真係唔捨得2018年噶，唔講假啦，好有感情噶嘛，對2018年。
啊！好激動啊！好激動啊！啊！激動啊！激動啊！而家仲有兩分鐘咋？機子啊！而家呢度幾時刻啊？今朝冇咁真啊！而家係2018年嘅12月31日嘅11:59。59分。哎呀，对不对？啊！都未哦，身體健康，身體健康。咩？心想事成，真係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過咗啦！我未，而家呀呀呀！我而家係已經係2019年啦。2019年到嚟啦，耶！出邊放煙花，爆仗啦，好了，现在就是2019年的1月1日凌晨12:01就可以了。哎呦，我这间宵夜是横跨两个钟，2018年到2019年，横跨两个钟。好，再次就是祝贺大家就是新年快乐的，祝远方的亲人啊，一切都是一切顺顺利利的，最要身体健康的。Happy new day to you. Happy new yea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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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you.我記得2017年嗰時候咧，嗰日嗰2018年啱啊，係啊，12月份，而家已經2019年，哎呀，真係，哎呀，光陰似箭，光陰似箭啊！今年真係特別，突然間諗起呢個橫跨嗰啲嘢，突然間諗起，哎呀，真係，啊！咁啊，而家咧就係出邊咧已經係咩噶啦，已經係放緊嗰啲煙花噶啦，煙花爆咗，哎呀，出去見到嘅嗰啲人啊放嗰啲煙花噶，不過咧就係冇呢個。他的國慶節咁多人，放生煙花就國慶放最多，係國慶最多呢啲咧就係私人放嘅，所以你我先頭咧就諗住攞相咁啦，即係零零丁丁咁啦。好啦，2019年萬歲，2019年，真係我千言萬語冇辦法咧，就係講咗呢個激動嘅心情啊！哎呀，真係，
每次咁多年都見你咁激動，今年最激動嘅咩回事？突然間講下，我食呢個燒嘢又行跨兩年啊嘛！突然間講起一下子，依家豐衣足食，年頭食到年尾，年尾食到年頭。Goodbye 2018 Welcome 2019 你激動乜嘢啊？笑完。唉，真係係，我突然間咩啊？講 goodbye 咪捨得呵，依不捨啊！而家已經2019年咯。依不捨嘅2018年呵，係嘛？係。睇下點辦咧？冇捨得。所以我又在朋友圈裡我又發了我說洛杉磯時間2019年1月1日凌晨的12:06新一年真的如期到了，晚上宵夜2018年吃到2019年，真的很開心啊，真的很開心。吃兩年的餐飯我們的餐吃飯吃兩年了。你有没有吃得两年的餐饭？大胆咁啱就食嘢，我哋话你食两年嘅餐饭，食两年啊，就住时间我哋食嘢嗬。世界上吃得最長時間的飯兩年，一餐飯吃兩年。是啊，你這樣寫上就可以。世界可以寫兩年，我今天沒有，兩年之後第三年就不可以這樣了，不可以寫兩年了，吃到只吃到2019年了。你一寫兩年就是2020年了，那你不自己找些事來做，是吧？我餐飯應該數一數兩年時間吧。我都嘢可以等啲啦，哎呀，呢度唔怕我話嘅，係煙花噉噉聲，噉噉聲。好吃嗎？大吉大利。而家大陸時間咧係4:00，下晝啊，即係
新年的四點十二分，一下就係而家咁，我哋洛杉磯你睇，2019年嘅1月1日嘅凌晨，而家已經係12:10嘅啦。咁大陸嗰邊咧就係北京時間啊，已經係1月1日嘅下晝4:00。啊，咁啊真係好開心啊！咁先頭啲就好激動，即係突然間諗起，哇！喺個2018年食到2019年，即係呢個書寫咗兩年噶啦，嚇、啊！咁希望就咩啦？啊，所以咧就係今日咧就係真係零舍，一個非常有意義嘅一個嚇、啊、新年啦，咁所以亦係祝福啊，都係祝福啊！今日今日早上祝福，祝到而家祝福，都仲係祝福，一句祝福啊！反正咧就係一定要身體健康啊！一切都係如意。好啦，今晚咧就係呢個就係呢度啦。OK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吉大利。大吉大利。大吉大利。好啦。OK， 大吉大利嘅好，2019年啊，終於到咗咯。